给我们研究一下，说之前的东西我们已经想得了。OK， 我们看一看这个长安 response 的话。OK， 来，大家了解一下。那这个东西 ，OK， 看一看这边啊。那这个题目很简单，叫做 faedah bersukan， 做运动的好处。faedah bersukan， 这样你可以看到这边有讲了1、2、3个不同的那个所谓的答案。就是meringankan tekanan ketegangan pikiran， 减轻你的这个所谓的那个头脑和那些压力啊，头脑紧绷的之类的。menyehatkan badan， 让你的身体变得更加健康。然后memupuk nilai-nilai muli， OK， 可以什么nilai muli呢？就是我们可以一边做运动，一边跟人家有那种合作精神。这个比较难写，但是for这种short karangan的话，很快就可以写到的。OK， 所以我们看一看这个讲法怎么去写啦。OK， 来我们看一看这个卡安 response 的它的答案，很简单罢了，我们来了解一下。第一个，那 tidak dapat dinafikan， 通常这种所谓的卡安 response 的话，它要你们写50到80个字，我们通常会鼓励大家写3段或者是1段。OK， 通常是写3段比较多，每个学校大多数的学生都是写3段会比较多。OK， 所以我们是通常写3段或者是1段的。OK， 所以我们看一看这句话 ，tidak dapat dinafikan， 无可否认 ，bahwa aktiviti sukan， 就是说做运动啊 ，penting dalam rutin hidup seharian。什么是 rutin？ 就是说我们日常所要做的那些生活，日常常态，每一天所做的东西。OK， 让你有一个健康的身体。OK， 要做运动，每天要去做。OK， 徒步yang cerdas， 一个所谓的灵活的身体呢 ，ialah pemangkin kepada minda yang cerdas。OK， 就是说我们的那个所谓的头脑，如果你的本身的身体健康的话，让你的那个所谓的头脑呢也会变得更加的灵活。OK， 就是说健康的身体 ，OK 是健康的身体是让到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催化，让我们有一个所谓的那个灵活的那个思维。OK， 所以我们讲一讲这边啊 ，amalan bermain bola sepak, badminton, jogging, OK 还有 berenang atau olahraga， 那我们就解释一下喽。我们的讲法很简单，我们就直接 copy 这边的讲法。OK， 我们就因为它的题目是好处，大家要记得，如果你的题目是关于到好处的，发一大，你的那个 got the 工具，你的 keyword got the 工具就是那个 for 好处的，你要记得就是 b a d， 然后加那个 m。OK， b 是什么？不累。a 是什么？阿看。d 是什么？打扮。然后 m 就是马虎。OK， 不累，它可以怎么做？啊、看怎么做，打扮怎么做，满步怎么做 ，OK？ 所以它题目是关于到好处，就是说如果你的题目它的问题是关于到好处的，这就是它的关键字好处 ，OK？ 这就是它的那个所谓的关键字 ，OK？ 好了，所以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第一个 ，OK？ 这个第一个 ，OK？ 它的那个好处的关键字啊，那 B A D M，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那。当中那个所谓的玩那个所谓的足球啦，踢足球啦，然后 jogging 啦，北明灯啦，这些东西 ，OK， 它的好处是什么？就是你要放一个字，叫做所谓的 dapat， OK， 你放一个字 dapat， OK， OK， 我们拉低一点啦，我们就这样写，大把给抄下去，一个字 dapat， OK， dapat 啊，然后你说这个所谓的。meringankan， 答案 meringankan， OK， meringankan， meringankan， 那个所谓的 ketegangan pikiran， OK， 可以好好的减轻你的这个所谓的头脑的那个所谓的那个紧绷，就可以让你不用这么的 stress， OK， 那 so 下一句你就说，那解释一句话解释吧，dengan ini， 或者是 dengan itu， kita tidak。OK， mudah terpengaruh OK， dengan 那个所谓的tekanan emosi OK， apabila berdepan dengan masalah dalam kehidupan OK， 就是说我们不会有这么容易的被这个所谓的面对这个所谓的那个被影响这个所谓的感染疫苗，当我们本身有这个所谓的生活上遇到一些问题，我们不会这么的 stress。OK， 你可以讲 kita tidak mudah merasa stress 也是可以。OK， 但是那个 stress 记得那个 spelling 是 S T R E S， 一个 S 在后面就好了，
不要两个了，一个 S 就好了。OK，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写法。OK， 好的，所以这个你们可以抄下去。如果你本身有这张纸，你有印出来的，你就直接写答案在这边。但是如果你没有这张纸的话，怎么办 ？OK， 你们就直接 OK 在这边写一个所谓的卡安 response the heart。OK， 卡安 response the heart， 然后你们就在这边写一个答案，一个一号，然后写这个答案。OK， 然后下一个我们看这个第二个。Pasukan juga dapat 什么 menyihatkan badan 简单哦，像你有讲这个，我们的做运动可以干嘛 ？OK， 就是那个所谓的 menyihatkan badan， 所以你就说 menyihatkan 这个所谓的 badan， 可以好好的去啊，弄到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加的健康。OK， 让我们身体变得更加健康，这个关键字你写好这个先。OK， 可以让我们身体变得更加的健康。然后你可以讲很多的，你可以讲我们有做运动，我们可以避免一些疾病，我们有做运动，我们身体可以 control 我们的身体，也不会容易变 obesity。 你可以讲我们有做运动，我们可以把那种所谓的汗有那些 toxic 的给排出去，这个都可以讲的，这都是你的技巧。所以我们可以讲 dalam context ini， 在这个事情 OK kita dapat 或者是 kita akan我们将会怎么样 menguruskan， OK， kita akan menguruskan， 就是说减收那个所谓的 badan kita， 我们可以好好的减轻， OK， 弄到我们的身体变瘦， dan tidak sesekali， tidak sesekali menjadi 这个 obesity， OK， 不用说太多太多的那些所谓的重点，不用讲太多的全多太多的一些所谓的 huraian，你把你的那些重点一个重点就好了 ，OK， 一个重点就好了 ，OK， 就是说这个所谓的我们可以减轻我们的身体 ，OK， 减瘦减肥，然后我们不会变去 obesity 这样的一些重点就 OK 了的 ，OK， 这样的讲法就 OK 了 ，OK， 好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写法，你们先写先，写完了的话按举手一下啊 ，OK， 好的，写完了的话按举手一下。那下一个，nilai-nilai kesabaran kerjasama hormat menghormati。Toleransi dan muhibah yang lahir semasa bersukan juga akan semua. OK，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东西。OK， juga akan semua。那我们看来这个 menghubung nilai-nilai muli。OK， 你可以这样terbalik。你看清楚啊，这个题目上面它讲 menghubung nilai-nilai muli。OK， 这边是讲这 menghubung nilai-nilai muli。然后这边下面呢，你这边它已经写了 nilai-nilai kesabaran。可接沙漠这些东西它已经是小的，所以你要得把嘞，你要讲去那个主干看底部部啊，门拉鲁伊那个所谓的那个 activity 是哪门啊，就是说可以通过这个所谓的运动来被培养这些所谓的尼来尼来母力 ，OK， 这些很好的尼来尼来母力，来你可以做运动来培养好这些东西 ，OK， 我看到波形了。Alright， 好了，所以我们看一看这东西啊，这个是我们的那个好。不过你们这样吃啊，你们 class 还没放是不是？老师还没放，你们走是？没有是。OK， 来，所以我们就要讲，nilai-nilai kesabaran kerja sama menghormati OK， 然后 toleransi muhibah， 还有这个 yang lahir semasa bersukan 也可以被培养通过这个 activity senaman。然后下一个我们就要讲。OK， how ini kerana， OK， 这个东西 how ini kerana， OK， 我关掉这个先， how ini kerana， 那个所谓的那个kita dapat， 那个所谓的那个 menyemai， OK， semangat kesukanan apabila kita melibatkanmelibatkan diri dalam 这个所谓的那个 pertandingan sukan 之类的 OK， 我们可以好好的培养这个所谓的那个睦邻那个所谓的运动精神，当我们牵涉在这个所谓的 pertandingan sukan 之类的